天使官来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是觉得我很烂，就是这样。走心的？我没有走心啊。走心是对的，走心代表你在乎。在乎。我有在乎，但是我又不能很怪我自己，因为我第一次。对啊，这要怎么拿捏呢？这就是活在当下，看着办了。对、啊，所以你就是下一关更努力，这样，大家就会看到你的成长。会帮团队拿分，它是一种联想。哎，菜真的好好吃啊！第二个提示，给当时马来西亚的工人吃的东西。第二个提示，有一些中药。第三个提示，有黑的，还有白的哦，两种。好，请写下来。肉骨茶，来，对，肉骨茶，我也是肉骨茶。肉骨哦，两个豆浆，黑豆浆。哎、可是肉骨茶中药，可是肉骨茶是那个哎、欸。Answer is yes yes， 对啦。肉骨茶为什么白的？ OK， 麻烦请白的蔬菜、胡椒粉啊，新加坡的对不对？新加坡是新加坡的。肉骨茶是药材啊。这个答错实在太闷了啦！来 ，Cheers， 耶 ，Cheers， 太这么辣了，季哥你还好，季哥，哎，没有，马上抽走，哎，那小心啊！刚不是说是吃的吗？来，对，哎，好吃哎，好，来了，题目来了，来，每天早晨，几乎都要用到它，但是要用电。第二个提示。进进出出。第三个提示，白白的东西流出来。好，好，来，先看凯莉的，一二三，吹风机，进进出出哦。好，来，我想不到，电动牙刷。哦 ，and you， 我也是电动牙刷，电动牙了，哎，电动牙了 ，and you。电动牙刷，电动牙刷。好，这两位慢慢站到墙壁，好吧？追回来。哎，少了这两套。真的假的？哎哎，我给你换一下。我正确答案，电动牙刷。电动牙刷。对啊。哎，这电的真的是有上够诚意吧？早晨都会用得到，然后进进出出，进进你不用进进出出吗？对呀，那不最后不是牙膏了，慢慢出来吗？今天好像是我第一次答对，哇塞，是哦，对啊，哇，很浓郁，对，喝比较好，不同的味道，里面有海鲜，海鲜，它是用炉子去做，这个炉子上面有一个洞，一个洞，一个洞，最后一个提示，柴鱼。美乃滋。哦，有答案，赶快写。很重分呢？啊？很重分呢？这哎，这梅汁太过分的了，全都想不到。哎，我刚吃那个跳跳糖，柴鱼美乃滋。OK OK 啦。好 OK。真的不知道。全名叫什么？好，写那么你不用写论文。OK， 没有，来来来，看答案，一二三，你的。哦。章鱼烧，嘉健。不错哎，我是写了张鱼干，鱼干，好，鱼干啊，其他人一起亮答案，一二三，哦，章鱼烧，章鱼小丸子，凤梨虾球，他的凤梨干有柴鱼，有柴鱼，对。哎呀，我整个三次都写错哎，我还写清蒸鲈鱼。不是因为那个清蒸鲈鱼那个煮的时候那个锅子有洞啊。哦，就拍的对。对 ，OK， 来可以收盘子。哇，好险哦！好险哦！我这牌都没有。哎，好险！可以开始吃了，先懂。要懂拍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一排全答错啊！啊，有昆达，有沙根咧咧。哦，不是凤梨，那凤梨，好吃吧？我刚刚的已经消化完了。我刚刚有什么东西？
我也是。好，我们这一题，谢谢。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，来先都来，来。好酷哦。怡宝特产，怡宝的特产，真的。第二个，有违常理。有违常理。它之所以成为怡宝的特产，就是因为它有违常理。第三个提示，冷热皆宜。我根本就已经答案讲出来了嘛。对。好，凯莉，你的答案。榴莲，榴莲，榴莲。你该对了吧？白咖啡。OK。对。收菜。为什么有违常理？平常都是黑咖啡啊。对啊。线。对，这是学问题耶，里面这个柠檬酒太有意思了啦，哇，这个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哎，柠檬酒很有意思，柠檬柠檬，真的吃好好吃哦，坤达每一餐都吃哎，对啊，我让他报仇，因为他上次也是在越南，他只吃一道两道，真的，他吃过，他今天从头到尾都一餐，好几万年，好几万年形成，好几万年，有蝙蝠。没写完。我们曾经一起吃饭。3 2 1多好，要多答案，哪个答案？这个，这个，镜头看，给镜头看。好，等会给镜头看。哇，他后面才写出来，可惜。好，来加健的答案。三豆，三豆。中午时餐，中午时餐的哦，中午时餐，A 队获胜，哦，对的，来 enjoy the food， 好，耶，他们真的收走，真的，我以为会留下来，没得分就没得吃，给我们录完这一关后吃，没有收走，没有就是没了，没有。